我懂了，原来从刚刚到现在刚好就是两分钟，你已经默默地为我做完头皮护理，以及保护我和小法日后幸福，而我却是想要你们店长出来熬一顿免费的下午茶，我真是太不配当文青了。身为一位文青，就应该要待在咖啡馆，就算我不爱喝咖啡，好文青，打开一本原文书，就算看不懂，太文青了。用笔电播出强迫别人听的 Bossa Nova， 就算没有笔电，也没有别人，好不文青呀！啊，我当的不是文青，是旁人不懂的孤冷。说一句别人不懂的文法，就算没有逻辑，文青。咖啡店该有的文青服务生，一头文青的秀发，文青的走来，文青的举起一杯不是我点的咖啡，一头文青的秀发。等一下，他要泼我。是吗？哎，对对对对，哎，你把我滤镜泼掉了。我泼的不是咖啡，是一抹残酷的现实，就是咖啡。如果你还认为咖啡足能为你提振精神，那你就称不上一位干净的文青了。废话，我的衣服全脏了。说吧，有什么喷雾可以让我在外快速清洁我的衣服，又花不到两分钟的时间，又方便携带呢？全高这瓶哈雅咖啡因专业养发洗发精，它能深层清洁你的头皮，让你头发保持干净、清洁、清爽、蓬松。这跟我衣服脏有什么关系？当你拥有一头秀发，又有谁会在意你的衣服？真的吗？真的。就算如此，我的发际线日益增高，头发被皱的日子也不多了。那就更该好好对待他们，不是吗？这。你想想自己曾经用了多少台洗礼，每次冲都洗不太干净的洗发乳了。哇，你的头发我抱怨过吗？他们一直默默忍受，直到离开都没有说过一句话，就这样湿湿冷冷的卡在浴室的排水口啊！洗发不该只是例行公事，而是你与头发真真切切的享受。不要再说了，我都知道了，我现在只想好好的保护他们。强健发根，平衡油脂，好冲洗，好文青，就让哈雅咖啡因洗发精来弥补你曾经没给。那我头上的咖啡店清掉了吗？如果在洗头时搭配两分钟的按摩，更能让一切的精华进入发型中哦。我懂了，原来从刚刚到现在刚好就是两分钟，你已经默默地为我做完头皮护理，以及保护我和小法日后的幸福，而我却是想要你们店长出来熬一顿免费的下午茶，我真是太不配当文青了。不是，那只是一般的咖啡，所以你还是要去洗头。这你们店长既然要洗头，不如即刻体验哈雅咖啡因专业养发洗发精。